当年呢，就我们五个人提着皮箱就跑到国外做生意。第一站我记得是去巴西，每个国家有当地的法规制度啦、税法啦。一个在台湾的小工厂当然是不傻傻啥都没，还好那时花旗帮了我很多忙，透过他们的全球平台解决汇率、税制、收付款的整合问题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全心全力去接单。现在我的公司已经从台湾跨足中南美到遍布全球，因为花旗全球网络让跨国财务管理更得心应手。花旗台湾50年不断创新前行，成就更好的你。